您也搁这儿。哎，对，我们这儿一人搁一筐。谢谢您，谢谢。这个大家呀，都比较喜欢宋听相声。实话说，这个相声演员呢，已经很多了。啊，你想表达什么？我想表达什么呢？希望大家呢，就是支持我们，是吧？啊，有点语无伦次了，有点不好意思，是吧？对对，太高兴了。太高兴。今天不是六一吗？六一是这个儿童节。对啊。儿童节是这个国际儿童，儿童节是国际的，是咱们国内的。这是德云一队，德云一队儿童节是吧？这肯定是国际一队，别那么大动静。是国际劳动，这个儿童劳动节，儿童劳动节，对。五一呢是大人劳动节，对吧？都得劳动。六一呢是儿童劳动节，啊，反正这个大家呢。因为这过节呢，大家也高兴，是给我们还买点礼品呢。作为演员来讲呢，无以为报，是吧？一会儿让他呢把这都吃了。这个还有春联的，春联也是好东西，是吧？反正就是说什么呢？演员呢，好好给大伙演出，这是我们的态度。就算给大家呢这么一个呀节日的小礼物，啊，当然了，不过节我们也得演出，是吧？刚才这两个演员呢说的挺好的，其实。其实我怕有的人呢体会不到他们的好处。您这话都冒着风，说的不错，知道吗？一个叫刘鹤春呢，一个叫棺材板，是吧？这两个演员呢，还是第二名，关鹤白，关鹤白，这名多响亮啊！关鹤白是艺名啊，真名儿呢？原名叫棺材板，谁给起？这个彩板呢？这个，就别叫那么俏皮了，好不好？不都叫后俩字写着亲切吗？姓免喽。贺春、彩板、关子板嘛，对不对啊？反正他俩都是郭德纲的徒弟。对，郭德纲的徒弟据说有80多个，还是不少啊。连什么这个欧弟呀，他都给撵不过来了，还是什么，都算他徒弟啊。这个头些日子在北展有一个挺有名的，叫。郭什么？郭京飞。郭京飞也不怎么弄的，反正也算他徒弟了。什么叫怎么弄啊？怎么运作的咱不知道，是谁想收谁，谁要拜谁的。反正在北展那天在后台，在台上也宣布了，郭老师是我的师傅，对吧？对，这都是明星。贾乃亮。贾乃亮，你看郭京飞是不是演那个前些日子挺火的电视连续剧？不是，都挺好吗？都挺好吧？是。里边有郭京飞吗？有啊。对啊。郭京飞吗？倪大红。对，有没有啊？这是好片儿。苏大强。有啊。对，倪大红苏大强吗？倪大红就是苏大强了，啊，他演的那个。我还没看呢，我没看呢。那您自己就别剧透了啊！反正这个没看呢，怎么那个什么呀？剧透啊，是吧？郭京飞在里头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对，我喜欢看，但是还没看呢。还没看到郭京飞呢，还没看到这部电视连续剧呢，是吧？您现在进行到哪部电视剧了？我得排着队，排着队看。咱听，这属于隐私了，隐私什么隐私？就是什么？你现在看什么？追什么剧？追剧啊！我主要是追那《坑王驾到》，追那。谢谢朋友们。有点儿，有需要这儿的缘故。对对对。啊，你说这个天天给我发微信，你就看看吧。我说咱不看也不合适。你事儿呢？谁给你？然后发的微信。啊，你别问。然后让老让我给提点意见，嗨，咱哪有意见？有意见也不能说出来，是吧？哪有意见？这没有意见啊，太完美了，可以说是。啊，他这个坑王驾到啊，就是郭德纲先生啊，一个说评书啊，讲故事这么一个平台。就讲故事啊，从那里头呢有很多的知识。很多的典故，很多的评书啊，相声方面的内容，对，值得我们研究。郭德纲先生从小就先学的评书，是7岁的学评书，您听，9岁他学的相声，然后呢学唱戏，对不对啊？大家都听过郭德纲先生说书啊，说相声啊，唱戏啊，唱戏您可能听得少一点，但是他没少唱，对，尤其近几年他买了好些蟒。是吧？不是蛇啊，就是那个，就是京剧演员，花脸呐、老生啊，穿的那个绣的那个，都不是机绣的，
不是机绣的，那叫手绣。哎，手就是人工，对，知道吗？绣花的都是绣着那个蟒的，知道吗？绣龙的一般，反正绣蟒啊，就是绣的蟒啊，对吗？是，郭德纲喜欢这个，还有那个帽子，他也有不少。对啊，朝方啊，这是朝方，你想想。对吧？郭德纲的京剧唱的不错，对，他的司马懿唱的跟蛋卷似的。这个司马懿呢？司马懿跟蛋卷，这是什么戏呀、啊？有这出戏呀、啊？不，我叫葫芦玉。葫芦玉啊，对吧？有这戏，那里头他是那个角色，他就是蛋卷，对不对？而且叫烟粉记。烟粉记啊，对呀、啊，头些日他唱没唱那个？嗯，我看了。跟着辛宝达一块儿啊，辛宝来先生在这个京剧上，辛宝来吧，庄园，那辛宝来是谁？辛宝来，我看见14.99万新车开回家去。我听你多认唱戏这个辛宝达是王海的干爹，他叫辛宝达，知道吗？王海是老师好里边那个戴眼镜他是李文雄。啊，主要素材是他提供的。对，有这电影于谦老师演的，张栾导演的叫《老师好》。嗯，啊，给自行车挂在那儿，老师好，你听见吗？哎，这是王海的真事儿。王海那是挂在树上，一到冬天树叶掉了，那自行车看见了，他们改成挂在旗杆上，是吧？大家可能都没有看过这个电影，没看过就千万不要看了。哎，不让人看了，因为没有了就下线了。是吧？电影院已经下线了，你要在这个网上呢，可以看到这里边于谦老师的精彩演绎，演的确实非常的棒，是吧？我爱看于谦，爱看郭德纲，我爱听郭德纲唱戏，好，京剧、评戏，有时候你能联系上郭德纲吗？什么？能不能联系上郭德纲？有，我们昨天我们还发微信呢。那行了，也让你看《芳芳驾到》。我给他发的，我说您自己看看。说呢？哦，这么说的，他给你怎么回的？至今未归嘛。你再发，就是对方已经拒收了。这个郭德纲啊，我们关系挺好的，是的，挺好的。他喜欢唱戏，我也喜欢唱戏。嗯，有时候呢，关于这个京剧的问题呢，我们也是争论的面红耳赤的。谁跟谁呀、啊？我跟德纲啊。就我跟德纲拿起嘴。那拿起嘴就说呀，德纲嘛，德纲。你跟郭老师吧，啊，郭老师，我不敢叫德纲。那个跟郭老师，郭老师，您考怎么样？您跟郭老师还探讨京剧艺术，管着吗？我们老师俩探讨，您管着吗？跟您有关系吗？您是那个戏曲评论家吗？刘连群啊，刘连群吧，你才刘连群呢，拿我当刘连群？你不是刘连群，你别乱认呐、啊，乱认祖先这个。谁是乱？我不是刘连群，您不是刘连群，我是京剧演员、艺术家，你家别人这么喊我。我跟郭德纲先生呢，没事探讨京剧艺术啊。你当初听过谁的唱片呢？看过谁的现场啊？看过谁啊？咱一块交流。我们是这样。哦，哎，我不是说刘连群，我不是，我台上我演员是。哎，你不认识我吗？爱听戏吗？爱听戏。除了郭德纲，还爱听吗？除了郭德纲就不爱了。你这就你单位都一贯毛病，捧臭脚，抱粗腿，一片嘴两片舌，扯风口咬傻子。你们这儿哎，都这特点。我还有日子没咬傻。你是爱听戏，你是爱听郭德纲，这是两回事儿。我爱听戏，爱听哪个剧种？最爱听哪个剧种？那得是京剧或大剧种。爱听京剧，京剧好啊，国粹啊，京剧啊，京韵大鼓啊，京东啊，什么这个京东大鼓啊，什么这个铁片啊，太极拳呐、啊，啊，书法呀、啊，中医呀、啊，这都是国粹，这都是坚果子，这都国粹。谁给封的？这都是我心目中的非常了不起的咱们祖国的民族艺术，这都是瑰宝啊。瑰宝啊，这都是，知道吗？哎，你爱听京剧，喜欢哪行当吧？这咱聊点生门吧，生旦净丑。我还这么跟您说，喜欢哪行当？我还都挺喜欢的。有平均的，哎，我就喜欢京剧，我不分行当，都挺喜欢。哎，那挺好的啊，老生、武生、小生，咱都瞧，都行哈。是啊，叶绍兰老师啊，知道李洪图，是的，这都是干什么的？
这唱小声的吗？小声啊，叫不叫香？我叫老香倒没感觉。老前辈了啊。对。小声吗？啊。武生呢？武生喜欢哪一位？武生李鸿春。李鸿春可以，那老爷戏唱得好。对对对。对吧？还喜欢哪位？大武生。现在啊，天津叫张幼林的。哇，不错。是。张幼林是张祖林的爷爷吧？是不是？谁是谁？张祖林的爷爷。张祖林，我们对。啊。张幼林是张世林的什么有关系吗？这俩人是他俩是怎么是认识吗？父子都不认识吗？你讲的话说得上话啊。那就对了。还有那谁呢？上海有个叫西中路的。西中路是西小伯他们有关系吗？这是爷孙。西小伯是四大须生啊。啊，马谭杨西这后四大须生，就包括西小伯呀。对，西小伯是西中路的什么呀？我转不过来，我一到我就乱。不，你转不过来啊！金小伯是西中路的，请你保持安静吧。我帮着你回忆，就把他们这个关系啊，给弄弄明白了，是吧？西孝伯是。好，你再慢点，你再慢一点，哥，你再慢一点，我记不住。西孝伯，西孝伯是谁呀？西孝伯是西中路的爷爷。是这意思吗？是啊，对啊，西小伯是西贵，对，西小伯是西中路的爷爷。这个谭孝宗是这个谭正言的，又这我不熟悉了。这人啊，爱开玩笑啊。这个谭家呀，我给你普及啊，咱听一听。京剧谭家呀，就是姓谭的谭啊，言字边这是一个跟琴似的。啊，言边就在哪边咱说不准啊，反正这个谭这言字边我在右边写完了，这边搁言字边。对啊，言几右嘛，我去过。这个谭呢，谭家呀，有一个叫什么呢？谭嗣同。嗨，咱谁给谁普及啊？先生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谭嗣同，一二三四那个最早，一二三四啊，嗣同强那个。谭嗣同就是《谭任六君子》里头那个谭鑫培，他们是上辈。最早有一个叫谭志道。谭志道，这是唱老旦的。冯志孝吧。冯志孝干嘛？冯志孝是唱老生的，这中国的唱马派那叫冯志孝。中国呢，这哪儿算？谭志道，我是中国京剧院。说全了吧。中国就是中国人的意思。你把这谭志什么？怎么你想吃丸子了是吧？还快呢。谭志道，对吗？谭鑫培，有这位吗？对，谭小培，对，一辈辈往下传嘛。谭富英，谭富英啊，富英吗？有富英，我们能唱吗？黑桃。谭富英，谭富英，下边就是谭孝曾。这谭元寿怎么办？谭元寿还健在呢。谭元寿也并不在。我说的不在了吗？谭元寿，单独介绍。单独介绍吧。正言。对吧，谭正言，这个都跟我都认识，谭志寿是吧，我们都一块儿的。谭元寿是傅连城的，他是不是傅连城的？是傅连城的。哎，他叫谭元寿，他父亲叫谭富英，他们俩是同学，你知道吗？喜连富盛世元运，这是谭家这个爷儿俩都在这傅连城，一个是那个富字科的，一个是原字科的，对对吗？对，爷儿俩同学，不能叫同学，师兄弟儿啊，师兄弟儿，不，称此可以算出来就叫校友，反正都一块儿学的，都在一个学校学出来的，对对吧？都是老生嘛，是啊。你喜欢谭派吗？哎，挺喜欢。马派呢？朱强他们爱听吗？爱听。朱强喜欢听朱强吗？喜欢听朱强。朱强喜欢听朱强吗？你不知道干嘛这位？那就行了。我想给你介绍点这种京剧的名家，让你认识认识。我们都熟悉。蓝德姑认识吗？蓝德姑。蓝德姑。不是蓝采和啊，蓝德姑。蓝采和我还真不认识。蓝德姑认识吗？天津叫蓝雷鸣的唱老旦的。唱怎么样？好，不错吧？小孟子。小孟子是孟广禄。对，熟悉吗？喜欢他的艺术吗？喜欢。啊。康外甥。康外甥的岁数不小了。知道吗？知道。裘云。裘云也知道，知道吗？深一脚浅一脚，什么叫深？这都是我们都在一块儿，我们有一群呢，
有一群京剧艺术家票友爱好者，是吧？我是群主，跟谁踢谁我。但是现在群主我自个儿，对你都给踢了，我都踢出去，太好了，结果就行。那个他挺逗。什么意思你？我就老跟咱就不废话了，我老跟着京剧名家、名票、名爱好者们，我们在一块儿，那游子们，我们老在一块儿。知道吗？您是干嘛的？唱戏的，有机会我带着你啊，我带着你啊。梅兰芳，咱不用买那原价票，知道吗？怎么比票都高一点？不用买原价票，我最腻，我不要这溢价的，我就是什么呢？带着你，咱从那儿爬着咱翻进去，咱想买票。梅兰芳大皮带，对，就二环边儿呢。您带着我翻进去，翻进去，我要翻进去，我干嘛让你带着我翻？你不知哪儿强矮呀、啊，是吧？哪儿？那我提前都弄好过去了，您知道吗？到时候咱我每回都那儿，我每回都那儿。前日呢，张火丁老师唱那个，张火丁演那霸王，那个张火丁来一霸王，张火丁跟那霸王演那别姬，对，霸王他演无姬嘛，是，对吧？刘莲蓉的刘莲蓉的霸王啊，张火丁跟刘莲蓉的霸王，真。你呀、啊，他老是拿我谁也没来过爸爸呢？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那爸爸是看着那绿脸那个，跟阿凡达似的，谁呀、啊？这没有戏台很少都绿脸，都说爸爸呢。爸爸不什么脸？蓝咱们这儿绿紫哇哇的。啊，我拿标准的那叫三块马呀、啊！你甭管几块马的，就是蓝脸那跟阿凡达那谁演的爸爸呢？这是老武生，现在谁导演了？叫高木坤。高木坤，我知道啊，武官吧。对吗？高木坤跟五官没有关系。高木坤挺不说演没演过呀？演过。高闯。对。对不对啊？啊、你别老歧视我。嗯。你这你是不是以为我喝了呀？这是打一上来就拿我开心。谁拿谁开心了？哪有你这样的？我半天我没说什么对话。哎，那咱都喝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啊我呀喜欢看张火丁那个舞剑。袍。他搁上这剑剑穗这叫剑袍啊。知道吗？剑穗儿，其实当初这个老先生也有这个，知道吗？他穿上这个，穿上这个，还俏皮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看着他喝来了吗？今天，这不是我又不会他那个。张火丁就这样扭，要把人家排三十多小时就看这扭了。他排的时候他不知道，是吧？张火丁先生，咱不否认人家艺术啊，他不否认。我没否认人家，是咱就是各持咱保留意见，对吧？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，对，那挺好。程派，程砚秋怎么不唱别姬啊？你别紧张，我程砚秋怎么不唱别姬啊？啊，是不是？你得找啊，适合自己的戏路，嗯，就对了。是张火丁，这是改名，他不是一天两天了。谁说的呀？没有，他没念。哎，你没跟他，没跟你沟通过啊？张火丁，你有张火丁微信吗？我你要吗？我不要，你敢要吗？我不敢要。还是咱们说说老伴儿，咱跟人接不上推子。我推给你，你敢加上你吗？不要，我这绝对人给你拉黑了。反正我，咱就不提那些人，我也不会让他们借我伴儿，蹭我热度，我也不会让他蹭我。我做位了呀，我挺喜欢你的这个素质，你喜欢京剧，我挺喜欢你。他们还要蹭你热度啊？年轻人嘛，你喜欢京剧是很好的啊，京剧是个传统的瑰宝。国粹，希望你继续喜欢下去啊！我的报告完了，不要扒在这个地方，不要摸佛头。我怎么是佛头？你要干嘛？我问你，嗯、你是干嘛的？你太打击我了，我还打击晚了。你已经问我好几遍这个问题。干嘛？唱戏的唱戏，我说多少遍呢？人观众都听着都兴奋了。你有名字吗？这种人呐、啊，这就没法跟他交友，没法跟他交友，知道吗？什么叫谁没名字呀？谁没名字？我家养那小猫小狗的，还有个云平啊，是吧？还有我家养了俩小狗吗？一个云云，那平平，我给起的，俩人名字，哎，要起这名字好养活，是吧？谁没名字呀？不是，我就问我有名字，我就问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高峰。羡慕吗？干嘛你啊？谁要干嘛呀？你不扶着桌子干嘛？我要拿桌子拽你。我们这儿不让扔桌子，你知道吗？如雷贯耳吧，皓月当空，名驰宇宙，南北之姿，天下第一，环球不四，有没有？环球不四，有
歌这感想吗？一点都没有。你呀，你别老不服我，有机会我带你来趟那个中国，中国京剧院，见见那几位院长去。这也算强迫你吗？挣得多。什么？你想往那儿卖票？哪门随便出入？我有那接送卡，知道吗？拿着那个，我进去，到时候把你再接过来。接送卡？这不是住院？里边住院看病人都有一接送卡。住院那叫探视卡，你看他随便能接出来吗？那玩意儿？对不对？你别老不服气，知道吗？有机会我带你来一趟全国各地，天津、北京、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重庆、武汉、长沙、江南、镇江、南京、芜湖，芜湖知道吗？芜湖，我这就快了。好，是吧？快芜湖了吧？芜湖了，快要死了是吧？还要芜湖，这是芜湖草字头那个芜湖，这是咱中国一地名，芜湖省，你知道吗？我呀，快上这儿去了。芜湖是省啊！行了，你也省省。我快上这儿，我演出去了，上芜湖去。对呀，芜湖啊，那个吴京的，我是吴京的。不是吴京的，吴京知道吗？我知道吴京的。我是那儿的。吴京是什么意思？你是最难的吧？我是芜湖京剧院，我是吴京的，知道吗？这叫吴京，吴京的。我快指哪彩的？我快上这儿去了，上这儿演出去。是，哎，好，再见吧。我跟西中路，我们有一铁公鸡。再见吧。好，您别跟人讲了。这个话呀，老是这种啊，说我们话可言可语。我问问您啊，吴京的。您好。吴京的高峰是吧？对，您好。记不清啊。您好，您要干嘛呀？我把您叫高老师吧，好吗？我给您签哪儿啊？借条啊。借条干嘛？您不是要保存我的签名吗？您写就得了吧。他把这签字手出来，我这一点一点的啊。哎，我问您，您是唱哪功的呀？全行啊。什么叫全行啊？生旦净丑啊，全行啊。老生、武生、小生、红生、黑头、马面，不知道。不叫马面的那功啊？全行啊，马面有这戏啊，有马面啊，对吧？行，马面。什么戏都有马面。嗯，我就喜欢哪出哪功都行，生旦净丑。都行，老生花脸，花脸我也行，花脸全行。您这不是勾一花脸，我看到是勾什么都行，不含着豆腐块也行，不含着，您不就这标准这种国字脸吗？对，勾一花脸，豆腐块也行，豆腐块，嗯，哦，好，堂堂皇就豆腐块啊。那您是这个铜锤花脸还是架子花脸？我是拿着铜锤唱架子。徐彦昭知道吗？是的，徐彦良他哥哥，徐彦昭抱着铜锤啊，我能唱出架子味儿来。你说咱这个多地道，那您这就是唱坏了。全行全能唱，讲究架子花脸铜锤味儿。哎，我铜锤花脸架子味儿可不行，全行，知道吗？先搭架子，是吧？您栗子味儿老窝瓜，这就像坏了。我全行啊，全能来，全活呀。全就徐彦昭啊，抱一铜锤嘛。啊，抱个锤。怀抱着铜锤那个，这就是架子味儿，对吗？绝对没问题。哎，对，酒量有限。我也喜欢京剧。你喜欢架子吗？我不喜欢架子。你喜欢京剧？我还是喜欢老生。老生好啊，老生没问题，有钱嘛。对，哎，我喜欢老生，咱俩再演一段吧。咱俩哪天演啊？今天呀。虎弟啊，啊，在这儿演一段，哎，行吗？好不好？咱俩合作，对，演一出京剧。嗯，朋友们，您爱看吗？爱。哎，行，给您这个令一啊，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。增添一点绚丽的色彩。咱唱那个呼铃那点吧。什么叫唱呼铃？呼铃牌啊，咱唱那点，增添一点节日气氛。呼铃牌那没有花脸，就张苞在这站着。那要不咱就唱这个俩腮发的紫银嘴。咱唱那吊笑。您这手势，您唱过花脸？没让你全活吗？哪行哪工咱都行啊，对吧？俩腮发的紫银。不是，咱是京，咱说京剧，京剧也有梁祝啊，梁琴都有啊。梁祝也，梁祝没花脸，哎，对，还非得有花脸啊？你不是花脸吗？你全行啊！啊，那你教一出戏，你擅长唱哪出戏，咱就唱哪出戏。咱呀、啊，哎，将相和，将相和行吗？你有吗？将相和，嗯，咱来出将相和呀、啊。将相和有花脸，你有吗？一个连立，连立，连播一令相如。对对对，这一个连立，连令相如。你来连立桌，我来连坐红。大家，我是个小辈儿，我还是个女同志。你说咱是连令的，就是将相和呀，这大家学过这课文啊，对不对啊？负荆请罪。
认识树莓叶儿。负荆请罪，你来连连丽如，我来连连丽如。有一个连什么来着？谁连？连什么呀？叫相什么？叫相叫蔺相如啊。蔺相如啊，对吧？哎，你不熟，你对这戏不熟，你剧情也不熟，你挑出戏一顿墨粉，你快点。挑出戏，捉放曹，不墨粉了吧？捉放曹，捉放曹啊，有这出戏吗？阿曹历险记吧。阿曹历险记，印度同志老演这个戏。阿曹历险记是不是？是。阿曹是这出戏吗？咱就唱这个捉放曹。阿曹历险记。哎，嗯，您是几个角色？您仨角色，您来大花脸曹操。曹操是大花脸啊。对。曹操是大花脸啊。啊。你想想。你想，可我想的。曹操，大白脸吗？是哈。啊。我来曹操。嗯。当初曹操是谁？袁世海是活曹操。袁世海啊，对吧？是。但是他不唱这戏。哎。不唱这戏。他都明白。对，我当然知道了。我来这个曹操，你来曹丕。是吧？曹操真也行，咱开始唱哪点儿呢？我说这句话，西部。我说这话可能有点得罪你，你是不是没有什么生育能力、啊？你就这种语言呢？我这语言怎么了？我一定要杜绝。我不杜绝了。一定要杜绝，你这太万恶了，这个太万恶。我没有生，你到哪儿来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种语言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打哪儿来的？哎，胖。什么叫胖？太可气了！老戏这大小辈儿的干嘛？这是分角色，你让我演曹操，这没有，这没有曹操，这还没有他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可以演到有他呀！哦，从捉放曹一直演到曹丕那儿，洛神都出来了。洛神我听过，我知道你听过，咱不管听过没听过这功夫，咱不说那啊。我来老生这叫陈功。陈功，那你也没有生育能力啊？功夫啊，是功夫。让这个王皓月来吧，别来了，我断了。让老贺让他来，我受不了，你这一家子欺负人家。我想捧捧他，你着着着着，他们家想捧捧他。那打软来着，王顺。王乱，咱是京剧，知道不知道？那你说谁来这文顺呢？文顺，文顺干什么？谁来这个？王顺，谁来这王顺？你不是能来吗？你不是那经过老生都能来吗？都能来，我来王顺，我可就不来曹操了。啊，不是啊，你别。别拿这俩不同场，不同场是吧？哎，但是他都跟成功他有货场，那够我办戏的功夫。嗯，够了。哎，没问题。行行行，我就是这个前面曹操，后边赶一王顺啊。这个没问题，咱开始吧。是是，开始。您啊，我得跟您说，您不是说先来曹操，您是先来王顺。先来王顺啊！哦，王顺自缢了以后，我自缢了，没问题，就搁着。来着看，到场上你就知道我多能耐。来吧来吧。拿那桌子帮我搭一搭，回去就吃那些。没有，晃一晃干嘛呀？再往后来点好吗？再往后来点，我们沙发不下。我再搬一把椅子，一会儿咱就舞台道具。行，你别这么假生气了。天天让我生气，哎，太可气了。这个我藏哪儿？上来能看不见吗？哦，藏哪儿？这个咱怎么唱呢？你把那个服装拿出来。服装？哎，戏服啊。没有没有，这里边不没有。那怎么唱？咱就素身上有什么算什么。穿这就代表了啊。对，这就是唱戏那个戏服了啊。戏服，这就好比是那蟒啊，这就是蟒了。乐队呢？乐队，乐队，乐队，咱这儿啊，你啊，啊你。学呀、啊！您上场我打架，我上您打架。哦，文武场互相打架，锣鼓经。对对，这没问题。您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您但是不太习惯，是不是？这凑合着来。哎，行，咱就多点开始。现在开始吧。现在就开始唱。现在开始，你先唱。行，咱归后台。哪是后台？这桌子后边后台。桌子后边。桌子前面没前。这是后台啊。哎，我上场您打架吧。哎，行，打什么家伙？
么叫打小锣？小锣，对，小锣是。来人！有你这味儿啊！别追求我这味儿，我这味儿听错了。那我就叫吧。啊，你好，坐下来。哦。来什么呀？
出场我得叫板凳。小花脸王顺是小花脸啊。小花脸王顺可不是小花脸吗？对呀。怎么叫板凳？那叫板凳。咱这是带着翘呢，你死不了。
了是吧？对，我就没自己走过。嗯，这干嘛？上场实在不是要赶曹操吗？赶就追赶，不追赶。这时候您扮演这曹操该上了。我不是架子花吗？你又怎么又架子走啊？弄成架子呀？花里花里，曹操该上了。那这王顺呢？就搁这儿了。哦，就在这儿了啊！哎、你别踢着他啊！Thank you.
上归天子，下归妻。新演员看现场，对京剧很熟悉，主要原因呢是因为热爱，对，热爱京剧值得赞扬，值得推广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传统文化，他都喜欢，是，对不对？喜欢这个柔道啊，加一个看字，加一个看字，加一个背字，反正就是说他也喜欢参与摔跤，中国古典的，对，五彩戏法都喜欢吗？都戏法，而这都属于五彩的戏法，古典的艺术，他都喜欢。对，啊，这个大家对于传统的文化呢，都是有所感悟的，跟新的东西呢，它并没有冲突，是没有矛盾，对，都喜欢，把它结合在一块呢，那样就为最好了。他最喜，你最喜欢谁？我最喜，最喜欢的，最最喜欢。啊，最最最最是，还得说上去。哎呀，不是，我最喜欢啊，跳舞。哎，牙有点疼。不用那么配合我。啊，我最喜欢遛弯儿。遛弯儿就是把那个烦心事儿都散出去，是吧？对，可以的。对对，你们一般都上哪儿散去？散出去，各大的免票公园。上那儿散心去，遛弯儿，遛弯儿。对吧？遛弯呢是强身健体，对，他特别注意保养，每年定期尸检，是吧？什么叫尸检？就是上那儿找找 CT、X 光，这不叫尸检，叫什么呀？这叫体检，咱没体过，咱不懂啊。反正他每年他都体检，是，身体现在要不就硬了呢，就在这儿了。三十多岁叫硬了，确实不错，身体体格好极了。后台这邓德勇您都见过吧？对。大黑似的长得，是吧？特别，他也注意保养。是，在大街上有时候看见，邓先生，您下来呀？上哪儿去了？在树上。今年这桃挺便宜的，您买点就行。他为爬树是干嘛呢？不是破坏环境，锻炼身体，锻也是锻炼的一种，是吧？反正邓老师这人呢，也有点，您刚才邓德勇演的，有点天伦之乐。邓德勇，您知道吗？邓德勇呢？我跟您说点小秘密了，您都看，真有他，邓德勇，那早早就来着，后台在那坐着啊。对对对，邓德勇啊，就刚才个儿最高那岁数最大的老说不说呀，有点意思。邓德勇头些日子呀，有一段时间没演出，啊，身体不太好，上医院开药啊，大夫说呀，他是各方面都不行了，开药预备的，人家开药要调理调理，这个药呢要求叫饭后服用。但是邓德勇先生最大的症状是吃不了东西，待会儿就不拿食，这就矛盾。你吃什么吐什么，他不能吃药，不吃药就好不了。饭后服用的药是治不吃饭的，你这玩意儿你怎么办？家里老伴儿着急了，大勇啊，都这么大岁数还叫大勇啊？二十来岁人就这么叫，大勇啊，你说我给你熬点粥，你能吃吗？不行不行，你说吗？大翠，我吃不了。大翠大勇是一家，不是您吃不了，那我给你弄点
么鸭血粉丝汤给你喝喽。啊，就说那名字够难整。他老伴儿南京人，我也你把它喝了行吗？你把它啃喽，你把它开喽，行吗？看两锅头，你把它粘住喽，别像南京人，行不行？哎呦，您别费心，老着都不行。那不是您藕粉、黑芝麻糊，你来点呢？那糊嗓子，没病也不爱喝点吗？你这说话还够快的。那怎么办呢？老两口子正着急呢，这是着急了。他跟他吃什么着急呀、啊？我学点轻松一点的。那屋孩子哭了，谁的孩子呢？这邓德勇先生啊，有一小孙子，孙伙计，儿媳妇在那屋呢，就带着看孩子。孩子哭了，这样哄完孩子，儿媳妇赶紧过来了，管邓德勇呢，愣叫爸爸。这不废话？老爷子，你怎么了？您这是啊？弄点吃的吃啊？啊？你看，我这弄孩子照顾不了您，妈，你给他弄点那个什么面条啊，你给他煮点挂面，或弄点这个藕粉什么的。都不行，年轻人不吃那玩意儿，糊嗓子，他说糊嗓子，拿水送不下去。那我没吃那怎么办？老爷子，要不您吃过两口奶行吗？邓德勇这是迷糊让东东让敲错来了，说东东让吃两口奶。儿媳妇这不是养活孩子吗？正哺乳孩子呢，然后这奶也胀难受，你吃两口奶也能吃掉啊，是吧？真下本。嗨，那你这个不合适吧？活话应该是吧？老爷子别介，您还嫌我脏吗？这么大邓德勇，你看俩眼一闭。老伴儿劝劝他试试啊，他万一管事儿的好吃药啊。刚嘬没两口，儿子回来了。哦，后面一开门一看，哟啊，老爷子，干嘛呢？哎哎，你赶紧别让他吃了，你还给我看孩子去，别让他吃，看孩子去。好，老少乐啊，老少乐，晃晃悠悠过来，老爷子，你怎么这样？你大岁数，好像长得什么狗样，所以说天天还搁这捧哏呢，太不像话了。您闲着没事儿，你解闷儿来了是吧？你怎么吃着吃着？哎呀，你实在我都说不出口。你传上去之后，你这多让人笑话呀！哪有那么大岁数，您这熬点粥喝呀？你怎么吃这个呀？你太不像话！这儿子呢，紧接着这么一说呢，邓德勇啊，有点觉得生气。你听那词儿，把这单子拿出来，干嘛你？干嘛你？我就是得病了，看什么大夫给开的单子，饭后服药，我吃不了东西，你还不如你媳妇呢。儿媳妇疼我，让我吃两口奶，我好吃药。干嘛你这么不乐意啊？我刚吃你媳妇这么几口奶，你这么大意见呢？你吃我媳妇奶吃四年，我说什么了？